很多人跟台长讲修心很苦啊，是的，修心人的苦是暂时的，只是在消除今后的业障而已，而且是有限的和值得有价值的，而不修心人的痛苦那是一辈子的，他们的苦痛是白受的，就犹如我们买房子和租房子一样。大家想一想，买房子的债我们终归还会还得完，如果我们租房子的钱和债那是永远还不完的。奇迹只会出现在相信奇迹人的身上，我们要相信菩萨会保佑我们的。去年来高雄，台湾高雄演讲，在巨蛋，我为台湾民众祈福，结果天兔台风转向，这是因为我相信观世音菩萨会让奇迹出现的。面对现在的社会多灾多难的世界，我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佛早在2500年前对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早就有话说，他把我们这个居住的世界形容为火灾呀，到处都是灾难，又把构成我们生命的这个身心主体称为苦聚啊。所以如果要修心改变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聚我们苦的这个心来转换，所以我们绝不能对这个世界抱有很多的奢望和希望，什么永恒，什么永久不变的快乐，均属虚妄的，因为我们今后都不知道在哪里。我经常跟大家讲，50年之后我们又在哪里，希望大家想通想明白，在这个地球，在这个人间多多的修行，广结善缘，让我们能够得到永久平安和永久快乐的地方，不在这个宇宙，不在这个地球上，而是在我们真正以后要回到的天上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回到我们的佛祖身边，回到我们观世音菩萨母亲的怀抱。